桂林食客的政治面积排在全台湾第二位，为了行受到桂林食客的品牌，桂林公所今年主办2019食客节活动，18号的活动将是有吃有算，阁有摊卖。8月18，咱的活动当天哦，有如果若有买咱的食客礼盒，咱就送咱的来桂林饭店折价券，送完为止。活动的当天，除了有食客，啊，甲咱的农特产品展售，嘛有规划似曾相识。小旅行，这个部分是农游，会当有采果的活动。啊，伊个，我嘛足感谢咱今年咱个桂林清航基地，咱有配合咱个，会当予咱参观咱个阿帕奇黑鹰直升机。农会总干事表示讲，为了这个桂林食客节，佮特别佮嘉南药理大厦来合作，伊着先民间发着这个红米餐，同时佮有这个包入去着往来佮这个乌麻的食客造型的包啊。咱有配合咱的嘉南药理大学餐饮系产学合作，咱请咱的孙静玲老师，研发出来的世家造型的米馒头，啊，佮咱的鲜米芝麻烧，只要你若有参加咱的现场活动。拢有机会来尝鲜，全国包括立委王定武甲当地议员，咱出席来参加，除了是代理宣传的桂林食客之外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来交关。现在的馒头真正真好食，所以我甲春兴兄咧讲讲，现在咱做多次的吼，最好出点心，来到合作成本划算的话，这变成来桂林吃馒头吼，最后的点心是这个吼，好麻好味的王奶，真好食的吼。18号要举办的桂林食客节，当会举办了几多项趣味体验活动，而且当天购买着一顶金额，而且食客就当来享受来带着桂林来桂林饭店的优惠。活动当天，文化局邀请着简尚仁老师，所来为桂林写两首歌，嘛将正式来发表。南面新闻台以下桂林采访报道。